为什么要说酸甜苦辣呢？是因为你跟静结婚完以后，人生会有酸甜苦辣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要一杯干掉它，你不要让静去吃到骨头啊！静靠近，加油！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一口气，不和我关门啊！1 2 3懂懂懂懂，快点快点！这渣怎么样？没法喝，决心很大吗？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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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。OK OK。你好。哎呦，下面还有大家，5 6 7八号，对，我当时想了个八，对对对对。